계속 재냐? 재냐? 你看过野生动物的眼睛吗？陈念，在他们被抓、被杀之前，没有表情，什么都没有。跟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有点像。有看到人吗？劝他家。当时因为他心里害怕。小姑妹都闭嘴！认真点儿。陈念，你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少？人长大了才学会同情，只是不好的你都忘了。那么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这样是错的吗？ 陈念，但是这个世界很复杂，以后就会懂的。你不懂。高考完，我就立志大人了。但是，从来没有一节课教会我们如何变成大人。我反！各位不顾万事的后果，我将带着从容的微笑。 你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没有人会为另一个人毁掉自己的所有。我和你不会，但他们还是少年。喂！别碰我！别碰陈念！你怕了吗？你相信我吗？ 长大以后，还会再见的，对不对？